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在这里圆满举行，现场宣布了多个品牌推荐活动的评选结果。向海图强，人民海军历史基本陈列，是海军博物馆的常设展览，以人民海军发展沿革为主轴，通过4000余件文物、1200余幅图片、近100组雕塑、浮雕、油画以及40多个视频等，展现了人民海军的创业史、奋斗史、发展史。海军博物馆能够获得这项殊荣啊，我们非常激动，也倍感鼓舞和激励。我们一定发挥好海军博物馆以史铸魂、以史育人的功能，鼓舞和引导更多人关心海洋、维护海权，为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贡献智慧和力量。据了解，这次活动中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海军博物馆等39个博物馆入围中评，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了汇报推介。全国博物馆10大精品展览啊，这个推介活动，它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领域的最高的奖项。今年海军馆也阔步进入，是一件非常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事情。